密宗拳俯身剑是密宗拳单人系列双器械中圆形器械并练的一种套路。这种套路注重实战，技法高深，阴阳齐正，变化多端。这个套路的动作严谨慎密，节奏分明，刚柔相济，攻防有度，体现了潇洒大方，身形兼备，连绵不断，协调圆滑的特点。其主要技法有点、刺、撩、摸、扫、单、摔、砸等等。下面我们进行俯身剑动作的演练与讲解。首先把俯身剑整套动作完整的演练一遍，由刘准奇进行演练。下边进行组段分动作的讲解和示范。首先把第一段的动作完整的做一遍。下面进行第一段动作的讲解和示范。首先将预备式，预备式的姿势是这样的，两脚并不站立，左手反握俯身及剑柄，使俯身及剑柄垂于左臂后，双柄朝下，右手五指并拢贴靠于右腿外侧，目平视前方。第一段的第一个动作叫百合两次，动作要领是这样的，左脚前迈一步，双腿齐屈成左弓步，右手变剑子向前伸出略高一肩，同时左手握剑俯身后摆，目视左方。第二个动作叫双龙吐珠，动作接上式，身体右转，右脚向左脚内侧并步落地，双腿屈起成并步，同时俯身向前左带，右手握剑向前下方劈点。第四个动作叫拨云见日，右脚后退一步，身体右转成右弓步，同时右手握剑随转身向右下方劈落，俯身向头前方盖撒，上动不停，右手握剑曲肘，手右腰侧后向右上方穿插，俯身向左下方扫击，同时左腿屈膝提起成右独立步，目视左方。
这个动词的积极含义是这样的：对方吃器械工作总上盘，又见外割对方的器械，佛尘皮单对方的面部。下一个动作叫燕子穿林，动作接上式拨云见日，身体稍微左转，左脚向前落地，随即右脚向前上步，同时俯身前劈并向左后弹击，右手握剑向前下方劈落，身体左转，使剑于身体右侧那逆时针画一立圆，俯身稍后弹，身体继续左转，剑向右平刺，俯身横架于头左上方。下一个动作叫苏秦背剑，动作接上式，左脚向左落地，举子右脚经左腿内侧前上一步，脚尖内扣，身体左转180度，撑双器械随身转，俯身前剑向后一次，右前一次向右前方劈落，接上动不停，左腿向右腿后擦步，双腿齐屈成右斜步，同时俯身横架于头上方，右手握剑向右下方劈落，目视剑身。用途，这个动作的用途是这样的：对方吃器械攻我下盘，俯身向下单击对方的器械，剑向前方劈了对方。下一个动作叫金蝉袭浪，动作接上式，双小臂于踢左侧交叉，剑左俯身右，左臂在上，同时右脚向前上步，身体左转，右手内旋画弧上摆，左手外旋画弧下摆，左臂曲肘左带俯身至胸前，右手握剑向右平展，同时左脚盘于左右大腿上，右脚屈膝下蹲，目视剑身。这个动作的用途，对方吃器械攻我前方，俯身缠脚对方的器械，剑斩对方的头部。第一段的动作演练完毕。下面做第二段的动作，首先把第二段的动作完整的做一遍。第二段的第一个动作叫捞军呼噜，其动作是左脚向左落地，身体左转，右脚向前探体，同时俯身向左上方撩单，右手握剑向前撩击，身体继续左转，右脚向右平铺成右瀑布，同时右手握剑反背向右推前穿刺。这个动作的用途，对方吃器械
供我总上盘。夫臣缠了对方的器械，见了敌身。下一个动作，画龙点睛，其动作是接上式，重心前移，右腿屈膝，半蹲呈右弓步，右手脚尖并前刺，目视尖尖，身体左后转，左脚后退一步呈右弓步，握剑向前平刺，俯身向右，稍至右肩上。这个动作的用途，对方持器械攻我前方，用剑脚压对方的器械，并顺势刺对方的总盘。下一个动作叫野里藏花，动作接上式，右脚后退一步，身体右转，右手握剑，由左经提前向右向上向左绕行一周，俯身由右向上向左下绕行一周。用途，对方持器械攻我背部，俯身用力下震对方的器械，剑向后劈对方的身体。下一个动作叫变撒金钱，动作要领接上式，身体稍右转，剑向前上方撩起，俯身向下向后摔撩，同时左脚向前撩踢，目视前方。这个动作的积极含义，对方持器械攻我前方，剑向上交架敌人的器械，左脚踢撩之。下一个动作叫王母显桃，动作接上式，左脚向前落地，双器械一次后劈落后，后劈落后，并向身体前方撩起，同时右脚前上一步。下一个动作叫青龙回手，接上式，身体左转，双器械向左前一次下劈，俯身下绕至右腋下，右手握剑向右后翻撩，同时左脚向右脚后擦步，俯身向身体前撩起。这个动作的用途，对方于左侧进攻我，转踢俯身下单，用剑劈砍对方的身体。下一个动作叫云中现身，动作接上式，青龙回手，身体扫起，身体左转270度，双器械在头上方那逆时针运转约半轴，俯身向前下单击，右手握剑将之摇右侧。下一个动作叫夜叉探海，动作接上式，右脚向前上半步，身体前俯，右手握剑向前平刺，俯身后撩，同时左腿屈膝后伸，目视前方。这个动作的用途，对方与前方持器械攻我，俯身缠脚，左带剑向前平刺对方的胸膛。
下边进行第三段动作的讲解与示范。首先把第三段的动作完整做一遍。第三段的第一个动作叫摆设图形，动作接上式，左脚身后落地，身体左后转，呈左虚部，俯身向左后扫，剑向前平刺。这个动作的用途，对方持器械攻我背部，俯身外扫对方的器械，剑平刺对方的身体。下一个动作叫龙凤点头，接上式，左腿前上半部屈膝，右手握剑，臂内旋，使剑尖逆时针方向，脚尖一轴，俯身。同样做脚的动作，目视前方，剑和俯身脚动同时向前走三步，右脚向前上步屈膝半蹲，呈右弓步，右手握剑向前平刺，左臂曲肘使俯剑立起，目视前方。这个动作的用途，对方与前方持剑攻我，剑于身前缠压脚挑对方的器械，并顺势向前刺对方的中盘。下一个动作叫巧妇纹路，接上式龙凤点头，身体左转，双腿屈膝呈左虚部，右手握剑平架于头上方，俯身前扫并刺向前方。这个动作的用途，对方持器械攻我上盘，剑架对方的器械，俯身劈摔对方的面部。下一个动作叫跳高连环，接上式巧妇纹路，左腿后退一步，同时俯身向右后翻了，右手握剑向左挂剑，右腿屈膝后踢，右手握剑向右挂剑，俯身向左前方单劈，右腿向后落步呈左弓步，同时剑向前下劈落，俯身向左后撩击，目视剑身。这个动作的用途，对方持器械前方攻我，俯身向外扫带，剑劈对方的身体。再快做一次。下一个动作叫墨砚点水，接上式，身体右转270度，器械随身转，左脚向右脚内侧落地，呈左顶部，右手握剑由左向右下方劈点，俯身斜举头上方。这个动作的用途，对方持器械攻我，身体内闪，身体闪转，剑劈点对方的手腕。下一个动作叫翘腮魁星，接上式砚墨点水，身体左转，左脚前上一步屈膝呈左弓步，俯身向前向左扫击，
右手握剑，向前上方刺出。目刺，目刺前方。这个动作的用途，对方持器剑攻我左上盘，俯身向左缠带对方的器剑，剑刺对方的后脖部位。第三段的动作演练完毕。下边进行第四段动作的演练与讲解。首先把第四段动作完整的做一遍。第四段的第一个动作叫雁乐平撒，动作要领接上式，翘在魁星，身体右转，右脚向右平扑，呈右扑步，俯身向左上平摔，右手握剑向右平扫。这个动作的用途，对方持器剑扫击我中盘，速乃身躲过，并快速扫对方的下盘。下一个动作叫迎风撩尘，动作接上式，身体重心前于右腿，俯身向右肩前弹击，并按顺时针方向摇身体一周，右手握剑，使剑尖斜向下，绕于左肩侧，双器剑同时向前上方撩击，双器剑上上撩的同时，左脚前上一步，目刺前方。用途：对方持器剑四面攻击我的时候，用双器剑绕身体各拦对方的器剑，并用双器剑撩击正面进攻的敌人。下一个动作叫玉女穿梭，其动作接上式，右脚向前盖步，双器剑外绕，并与胸前交叉，双腿屈膝下蹲呈斜步，同时上体前俯，右手握剑，经左肋向左后方穿刺，俯身撒于右肩上，目刺剑尖。这个动作的用途，对方持器剑于背后扫我中上盘，身体下蹲，剑反刺对方的下盘。再扩作远。下一个动作叫三系牡丹，接上式玉女穿梭，身体立起，两小臂与胸前交叉，并弧形翻肩坐摆，使剑俯身完成双腕花后，右手握剑向右平摸，俯身随之，同时左脚向前上，双腿屈膝呈左虚步，左腿向左跨半步，右脚向右上半步，
称右徐殿部，同时啊，双小辈与胸前户型反间右摆，双气节完成剪腕花后，俯身向左扫单，见穗子，左脚向前上步，双臂与胸前向左反间，使剑横于左胸前，俯身反字。下一个动作叫一尾渡江，动作接上式，右手握剑向左平扫，俯剑反字，同时右脚向前探踢，目刺前方。这个动作的用途，对方持气节正面攻我，双气节向外扫击对方的气节，右脚探踢对方的身体。下一个动作犀牛望月，动作接上式，右脚提前落地，脚尖内扣，身体左转，俯身向头左前单劈，右手握剑向左上方劈点，左脚向右后抽落插落，同时右手握剑向右后上方撩起，俯身摆于胸前。这个动作的用途，对方持气节攻我左侧，俯身向左上单踢对方的气节，剑向前下，向剑下劈。下一个动作踏浪扑柴，接上式犀牛望月，身体左后翻转，双气节随身转，俯身向前劈盖，右手握剑难于右腰侧，右脚前上一大步，左脚穗子，双腿屈膝成左跪屈步，同时右手握剑向前下方刺出，俯身向左后扫撩。这个动作的用途，对方持气节攻我前方，俯身缠脚，剑刺对方的下盘。下一个动作微托拦路，接上式螳螂捧蝉，左脚后退半步，重心后移，右腿屈膝上踢成左独立步，同时右手握剑与身前绷起，俯身由身后立起。这个动作的用途，对方持气节攻我前方，速退步，剑挑底腕。第四段动作讲解完毕。下面进行第五段动作的讲解与示范，首先把第五段的动作完整做一遍。第五段的第一个动作叫仙姑挑拦，动作接上式，微托拦路，身体稍左转，右脚向左脚内侧点地，同时俯身向右腋下平扫，右手握剑，使剑身经胸前向右平摸。这个动作的用途是这样的：当对方持气节攻我前方，剑向外推割，并顺势消磨对方的胸部。
下一个动词叫采喝畅晓，结上士弦鼓挑烂，身体左转360度，左脚向前上步成擦步，双手持器械于头上方那逆时针方向运转半轴半，将至胸前，右手握剑颈右肋向后穿刺，俯身右扫。这个动作的用途，对方持器械攻我总上盘，双器械外割对方的器械，速转踢剑头刺对方的总盘。下一个动作野马分鬃，结上士采喝畅晓，右脚向前上步，身体左转，双器械上举，侧向绕行至胸前交叉，左脚向右后擦步，双腿屈曲成斜步，同时双器械上举，并于身两侧向下劈落。这个动作的用途，对方持器械左右攻握，剑顺低器械劈低手腕，俯身左杀对面。下一个动作叫藏龙引将，结上士野马分鬃，身体左转270度，左脚向前上半步，双器械随身转，并依次向左下方劈挂，右脚前上一步，右手握剑外挂，俯身向胸前劈落，俯身左绕头上方，右手握剑向前下方劈落，同时左脚贴于左腿过窝处，右腿屈起半蹲。这个动作的用途，对方持器械左侧攻握，俯身担待对方的器械，剑挑刺对方的下盘。下一个动作叫落地攀滑，结上士藏龙引将，右腿直起，左腿前上一步，脚尖内扣，身体右转180度，右脚后退一步，双器械随身右转，并于头上方拿顺时针润绕一轴半，将至胸前交叉，左脚向右后方抽步，双腿屈曲成斜步，同时右手握剑向右后平扫，俯身于右腋下随身摆动。第五段的动作讲解完毕。下边进行第六段动作的讲解与示范，首先把第六段动作完整的做一遍。第六段的第一个动作叫太空钓鱼，动作要领结上式落地攀滑，
身体力气稍左转，左腿前上一步，俯身向前弹击，右脚前上一步，右手握剑向右后劈落，同时身体左后转，右手握剑与身右侧逆时针方向绕一周，身体继续左转，右手握剑向右上方撩起，俯身横于头上方，同时左腿屈膝提起。这个动作的用途，对方持器械与前方攻握，俯身教对方的器械，剑劈对方的头肩部位。下一个动作叫八仙过海，接上式太空钓鱼，左脚向左罗步，屈起半蹲成左弓步，同时俯身向左劈，并下扫至右腋下，右手握剑向左劈点，身体左转，俯身向前上方撩杀，右剑向右后发撩，同时右脚向前弹踢，目刺前方。用途，对方持器械攻我前方，俯身缠对方的手腕，脚弹踢对方的中盘。下一个动作叫白马翻踢，接上式八仙过海，右脚前方落地屈膝，上踢前扑，右手握剑向前平刺，俯身向后翻扫，同时右腿向后翻撩。用途，对方持器械前后攻握，剑前刺，腿俯身后撩。下一个动作弯弓射虎，接上式白马翻踢，左脚后方落地，身体左后转，双腿屈膝成左虚步，俯身向头上方横架，右手握剑向前平刺。这个动作的用途，对于后方攻握，俯身上架对方的器械，剑刺对方的胸腹部。下一个动作倒塌骑行，接上式弯弓俯伏，左脚后退一步，俯身前劈，同时右手握剑右挂，右脚后退一步，屈膝成左弓步，同时俯身向左后扫，右手握剑向前下方劈落。下一个动作过劳杆履，接上式倒叉骑行，身体右后转，双器械随身转，右手握剑向右前上方劈落，并向右撩挂，俯身向前上方单劈，左脚向前上一步，屈膝半蹲成左弓步，右手握剑向前上方劈落，同时俯身右扫至右腋下。这个动作的用途，当对方持器械攻我前方，俯身并下压对方的器械，剑劈对方的头肩部位。下一个动作乌云凿月，接上式过劳杆履，身体右转，双器械于头上方拿顺时针绕半轴，剑上架，俯身至右腋下，同时右腿屈膝上踢成左独立步。下一个动作顺水推舟，接上式乌云凿月，右脚向后擦落，身体右转成右弓步，同时右手握剑经胸前向右前方横向推出，
扑春于右腋下，随蹄前行。这个动作的用途，对方吃气间攻我后方，剑向外难推对方的气节，并顺对方的气节向前划斩对方的手指或者是手腕。下一个动作叫毒蛇出洞，接上势顺势推肘，身体左转，右腿稍前移，双腿屈膝撑，右跪起步，同时俯身前撩上架，右手握剑向前平刺，目视前下方。用途：对方于背后持气节攻我，俯身上撩对方的气节，剑刺对方的身体。下一个动作叫龙云在天，接上势毒蛇出洞，身体右转，右手握剑向右上方劈落，随之俯身向右前方劈落，右手握剑由右腰部上举至右肩前，接俯身后继续向右上方刺剑，同时左脚掌虚垫于右脚前，左手扁掌向南于右腰后，目视前方。下一个动作怪力上阵，接上势云龙在天，右手握双气节下降至右肩前横摆，左手翻背接双气节，同时左腿屈膝提起，右脚向前落地，身体左转，左背后摆至左腰后，同时右脚向前上方提起，右手与胸前拍击脚面。下一个动作仙人指路，动作接上势，右脚向右后方落地，身体右转，右手握剑向身后摆动，同时左背曲肘与胸前摆于胸前，左脚移于右脚前，脚掌着地撑左虚部，同时右剑子向前伸出，左手翻背后举。下一动作是收势的动作，左脚经右脚内侧后退半步，右脚后退与左脚并拢，左手握双气节柄自然下垂身体左侧，剑尖朝上，右手剑子前画一圆后垂体右侧，目视前方。俯身剑的圈套动作到此讲解完毕。